중요한 대회이기도 하고 어떻게 보면 내일이 이번 시즌을 마무리 짓는 경기이기 때문에 집중하고 방심하지 않고 해야 될 것 같아요. 이번 시즌 저를 되돌아봤을 때 꽤 나쁘지 않게 잘한 것 같아요. 실제 사실我 来 LPL 的目标现在只差一点了，我们会加。白骗了一个扫描，想到了，但是时间够吗？啊，看到了，消失了。上次 W 拉上去，跳到来逼闪啊！这波闪被逼的有点，这一波还在逼闪的，一拉两个，直接秒，接上控制应该有了红圈，闪现 W 加闪，呼吸哥，闪现跳过来 ，L 哥的闪现也被逼了出来，我有机会闪现过来 ，Let 交闪拿到这个头，能力上肯定是差很多的。张路这一波第一视角等小兵过来一拉两个拉晕，然后接上千载流言 W 闪现打到最高伤害，扎克来这里是有这种封锁住视野的，过去想准备上刚好断了，动作其实蛮大的，在走位晕到了，被跳脸，而且有双拳内闪 Q 能不能拉到拉回来，有红拳，如果红拳的盾消了是有了再一个 Q。 哇，这一波他在上路吃了好多，他其实补刀的领先一大部分是来源于对，他干了一波吃了一波，这里上来推到辉哥，Icon 的反应很快，偷来的沙皇大是沙皇出一个减治疗，下路又是一个海克斯科技闪躲到，这边自己有点危险要被怼一套了，但伤害应该是不足以击杀矮王帝的，对，因为你这种但是中单游下来了， Icon 过来了，而且这波是没有 GP 能救的，你看这波怎么打，急攻击一打打得很好，打走了，打到这样反而先死了，这 Icon 很危险，直接破了两个人，来得及开一个红 Q 一个危险，毕竟一个双杀飞了，然后又把自己炸远离了正面战场，挺关键的，对，看一下这波的电脑回放炸走，那确实看不见，而且九正面还被九筒挡掉了，对，一次的伤害，对。然后这边其实被抬了一下，再被一群小兵 A 一下就没了。上路又是配合瑞尔再次击杀了这个呼吸哥，当然也被逼了个闪现，悲伤在上路。这波没闪，这没蓝，悲伤有闪有 R 的，这波感觉几乎是必死的。是的，看他路怎么跑，闪现不住，天气流沙，海王帝赶紧走啊！这对于 W 来说是更赚一点的。拿了一个先锋，看一下刚刚的击杀回放，刀妹大招直接给色梯的强手猎炉是第一时间放出来，这波主要万豪没想到，哇，这瑞亚在附近，然后被踩了一脚，这波其实也被躲了。一打一的话，这个刀妹是现在上半区是四个人，这把瑞亚游走的很频繁啊，不过九筒也来了，分手了，退哇，这控制链应该是够的，直接被秒掉，而且九筒也挺危险的，只要闪现加奥斯往塔下走。黄白肉大了一下，但这边的话九筒自己的生命很尴尬，阿乐是拿到相似的人头，这波扛塔扛得很完美，色提及时赶到了，非常好，来看一下刚才一波的精彩回放，这波就是一个这是刚拆完眼的悲伤转来抗，对，来抗第一时间拉到推，配合扎克的击飞，而且扎克第二时间被开大，也是把想过来支援的沙皇给击飞了，上路抱了过来，阿乐自己阿乐这边换掉了，就自己被动拉满的先拉开推伤，但是还是得人来小兵继续操作，再 Q 他们憋住了，打不过，操作怪来了。哇，这个先锋拿到了之后，来了，应该上那一波迎头痛击，是踢下来 ，Q Q 一 Q， 好了，是阿乐先动的手，是阿乐动的手，被打一套，爆塔里，主要 W 哥这个 W 放的太随意了。
这一波正好有咳血的一个刀位。是的，就中路那一波有收到人头，然后长了一个咳血出来。哦呦，而且这边正好有个残血的近战兵，然后配合远程兵给他 Q 起来了。上路虽然刚才我们一直说他有线权嘛，但现在你已经没有线权了。上路下再漂移走，这一波操作很不错的，被拉回来了，拉回来了。哇，及时的交出了自己的闪现。另外一边，阿乐也赶到了正面，大招给出来，反手被瑟提抱了进来，但是没有伤害了呀。两个人伤害有点不够、啊，几个字大招没有，差了一点，不太够啊！开枪想要完成补刀吗？不太可能啊！主要艾克这里的E技能也刷好了，直接往后做了一个短的位移。不过这么一来的话，把 LNG 的状态打残，能不能顺势威胁一下中塔塔赞？这个想法，但隔墙边塔赞应该现在应该还有被动的，哇，超远到了，跳上蓝中也吸到了。再加上打队友，所以艾克还是成功的逃生了。这个 TP 的位置相当的精妙，不过费留斯已经赶到战场了，三个人先围殴，先把刀妹给收掉。不过这下吸魂是吸进了塔里面，费留斯输出的位置是很安全的。又来了一个 TP 的，这个 TP 依旧在塔的范围里面，上单都没吸的。对，大的要偷谁？真言看了一下，现在先锋的血量不打算放，艾克在旁边也是满血满蓝。可能会想偷沙皇或是酒桶，要两个紧跟一下，谁的黄色刀呢？黄色拿到，而且那边悲伤很危险，沙皇推了一下，偷了个沙皇的，沙皇的哥跑不掉了，而悲伤用大招交上去，但直接被闪现。而且我发现这两支队伍，你只要 C 位拿那种中后期，都还在看着找到，闪回来，皇帝有机会，但那边有一个 GP， 皇帝没有被江南打到，米姐跟悲伤，悲伤已经被秒掉，米姐也很尴尬，永生没有地道，但是米姐这个位置感觉跑不掉了。被动是带走了 Mizzy， 难道我是沙皇的吗？沙皇是有大的，算了，看不了。艾凡绕过来，还想留人的位置，但总感觉好像要穿过去一样，对吧？这是一个沙皇很常规的一个操作。那这波瑞尔第一时间被开回来，炸回来的大招再打不了往回撤呀，大招炸回来反而让瑞尔开得很舒服。炸弹的大招哭了，也没后续的伤害了。正面这两个开人的人没勾到，算了，定捅。上单初期舒服，上单都是口子，对，那节奏有一点像，直接跳了吗？结果这里打断了一下，防御的很好，扎克，扎克很危险，然后被打成被动，开个鸟盾防住扎克，这边有大招，大招立了一下自己的被动，酒桶已经死掉了，塔在这边慢慢的血回了起来，投这个破败之王的大招，这边还要上高的，有一个炮车兵，菲罗斯点的飞快啊，没法子，防不住了。其实中路拆掉也可以走了，打招也没扎到人啊，扎到了 light 吧，骑兵能力很强。干一干这波，我觉得他正打的这波好，在这个位置被这波扎克已经很浪了，说实话。拉回来，他直接大王左拉，但是有一个鸟盾，再加上自己大招，哎，后就可以一直在捡被动，没血量回来，一直捡被动。这野夫两个人现在都探不了视野，跳下来，扎到了，扎好就被拉到。这个金身这里能跑掉吗？感觉还有闪现，后面跳，想法挺好的，赖的一个狂风直接收尾。但这一波也守不住这个二塔了呀，而旁边刀背已经切到了后排，过来直接要留闪现金身。虽然说躲掉了刀背的大招，但是这边酒桶又被丢了，要啊！而且刀背的血量现在还非常健康，万豪直接烧一下，他在直接跳到了后排。哦呦，这万豪这还打挺足的，但是没队友能帮他。师们也是清到线了，这把 LNG 的野辅啊，就这个扎克是真的厉害，给的压力太足了。扎克跳了一下，然后偷来酒桶的大招，好像是把这个沙皇往回炸了一下吧。反向想跑也跑不了呀。对，然后第二波跳，然后开始一波极其夸张的越塔，那边又打起来了。扎克又是刷到了一个野辅，要直接过去想要留人，而且自己是完全不怕死的。四下跳完，好，这个大招。漂亮，直接要切下路双人组，艾克差一丝血没有被这个大招带走，但是这个刀妹死不掉啊，过去继续怼脸。哦，沙皇捅的还是挺快的，但是这样还是可以打龙啊，是可以打的，绿白刀也很舒适，而且萨拉斯在这里就等着你过来残血的人，就是悲伤来了，艾克双没有拉到，那这边的话 Breeze 直接被打了一半的血，但其实这一波他目的不是杀人啊，是为了掩护、配合悲伤越了波塔，但他连续的阵亡导致这个万豪的这个刀妹这个推进 W 能挡住吗？哎呦，直接了，这有点拉到，不讲道理了，来了，打过来，秒掉，要一打五，直接往后面 F 身上穿，他一个盾，赖在那边很危险，赖着被杀掉了，箱子这边做的还不错，他的也是差一点血，不过 Breeze 已经没有战斗力了，香洛斯跟 Breeze 还有悲伤全部都倒地，那这样的话一个一换五。
没办法，这一波就是虽然赖特被你给抓掉了，但是其他人像这个突进来如入无人之境的刀背是根本处理不了啊。对，这个刀背还是真的要看上中野啊。上中野现在都在出击占到优势，其实他们获得比赛胜利就相对较为轻松一些。15000的一个巨大的经济差 ，LNG 是2-1拿下了赛。